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太极操节目，今日系第九堂啦。我哋再学嘅简单健身气功，咁就有两个动作嘅。我哋第一个动作咧就系转气球，第二个动作咧就系举手擎天。首先我哋做就系太极抱球，吸气。转太极波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用我哋个意嚟转。呢个动作可以帮我哋练到阴阳调和。下个动作就是举手擎天，气聚丹田，吸气，呼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这个动作帮我们血去运行，驱病去，吸气，呼气，收，下集见。